我刚才是三个 S，拿了三个金币。如果说能够达到三个这个骷髅币全收集，又可以再拿三个金币，对不对？那就更厉害了。这哪儿？我操，来到了一个不知道干嘛的地方，神龛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刚才这个地方能下水吗？我这走的对不对？妈的，我走的对不对？奔头好惨，一直五胜，这还有个梯子呢。啊，对，东西还没捡。哎呀，还有小钥匙。妈的，小钥匙应该是刚好算好的吧，不会说多一个少一个。推开那个大门，这是去湖准备打大鱼，这样的。蓝牌子要留到后面打吗？啊、哦，我没看到有蓝牌子吗？这个地方也没有船呀。这有一个小钥匙。前面好像还漏掉一个有小钥匙的地方，是这个吧？对，上锁了。这儿。有发条声。好像就没东西了，这儿暂时。船也不是往这边走，湖主是往那边。那湖主是不是中间还会经过一个沼泽地啊？我记得原版的话有一个沼泽。不一样，改了。城主发条玩具啊，我打了。这不是警察吗？头没了头。为什么不把这俩吃了？这怎么会飘起来的？我操！这个尸体为什么会飘起来？飘那么平稳？要开船喽，惊险又刺激。小燃料、小艇燃料与发电机燃料一同存放在渔场里面加工室。刚通关，好玩，好。那边俩桶，我猜要先到左边去。这桶子以后呢再来，不着急。下层还有个上锁的宝藏啊，就是刚才那个吧。哎，不是刚才那个，刚才上锁的宝藏在这儿，有个蓝牌啊。这个蓝牌，应该居然打完才能拿，我猜的。会是王阿姨 DLC 吗？你问我也不知道啊，希望会出啊。哎，这是那个原版沼泽地，我操！原版沼泽地方，
吓死老子！我操，是个牛头。等一会儿。刀带的是，这把刀。牛头一定要暗杀吧？牛头能暗杀，摸它一下，据说能暗杀。下来，能得斯达是什么东西？他怎么定下不动了？水里有蛇哦，好的。Holy shit！ 确实是可以杀。第一次打这个牛头有点遭罪。快拉出来了！里面还有个乌鸦呀，空中的乌鸦我都不敢用弩枪，有 C4。刚才是这儿掉下去了，现在回来了。没有像 MGS 能标一下，标记一下，暗杀游戏。这里头有，这有一个。里面又有这个，又有这个，是蓝牌。我操！耶斯达！我操！完蛋了，我的弩箭，我又拿不到了。月，起来！那只拿不到了，算了，刚好，那只反正也拿不到了 ，retry 吧。
哎，又重新刷一遍牛头了。不过这次已经轻车熟路，可以在下来的时候直接干了，是不是？没药，有药。不打蓝牌还有的打，我觉得。不打蓝牌，他没有发现我。牛头去哪儿了？妈的！路线不太一样了。牛头去哪儿了 ？Shit！ 哦，来来来，听这个脚步非常稳重扎实的。哎，他也不过来看一下，刚好，我好像是不是残血了以后移动速度变慢了？这是固定的。楼上有个桶，先拿掉。这边还有人吗？多杀一个是一个。卧槽！我操！这吃一个吗？我操！练过铁头功了，这。Oh shit！
哎，怎么损失了一个弩箭的感觉？我的还有一个弩箭去哪儿了？听到蛇蛇。一地尸体，我怎么少了一个？我少了一根剑，在河里吗？应该前面的某个地方。Holy shit！ 谁？啊，是你是吧？你妈！谁？是你小子？弹药地图上显示个弹，没显示。怎么打了一场回来又是红血？这，这样不太好吧？这边好像有一个弹药，是这个吗？哦吼，在这儿，也不知道怎么打到这儿来了，反正拿回来了。哟，那边还有一个人，怎么后面又来人了？卧槽，这地方还有完吗？这？地形还不是很熟，捡回来，捡回来。那边还有蛇。Shit， 怎么还变异了呀？别大哥，他变异了还能爬上来吗？刚好把喷子子弹打完。蛇蛇呢？蛇蛇可以吃一个吧，我觉得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回去一下，别着急，把蛇蛇卖了，这样任务就完成了。老子去点起来啊，确实可以，但你要知道人在哪儿，我妈人都看不见。任务交了吗？没交啊，直接吃了。我先交一下，确保他任务完成，然后剩下再吃，省吃俭用啊。
又往返跑了，快要记啦，不会记的，吃一个蛇蛇就有血了，蛇蛇是不是补的还挺多的？What can I interest you in? 我操，这个东西还可以卖什么？哎，可惜就五百。It makes no difference. The price, well, that's our choice to make. 还需要出售一条蝰蛇。Perfect. You're a real professional. 好，完成。You've proven yourself reliable. 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千金石，现在12个了，有钱了。黄色药草要换吗？紫心石也可以卖了。然后，那就都升一下。A well-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激光瞄准器换一个。为什么？可安装于 SG-09R 级惩罚者。SG-09R 就是我自己那把，是吧？SG-09R 很贵啊！我操，10个尖晶石嘞，不换，就为了缩圈吗？不缩，不要紧，不缩，不缩，抠的。我们把这个小刀耐久度再升一下，酒香等红酒不就完了吗？2200现在是，这再升一下，耶，好，这把等到后面换红酒，然后这把可以换掉了，现在。然后我们把这把换下去。谷歌用了直接开骂了，什么东西啊？红酒吗？枪托占地吧。那你不带枪托呢？一定要带枪托。哦，Snake Eater，木头散弹卖了。特点武器，花钱买的得用上，花钱买的得用上，而且不能用红外瞄准镜。Welcome。威力不行，威力不是罪行吗？不是罪行吗？应该是罪行吧。以前老的版本里都是罪行。虽然后面也都换黑尾了，这个好贵啊！弹容量升级，8000。我们把木头散弹卖了，6000只能卖。Your valuables won't do you much good in the grave. 黑尾是原来就是最好的，用用看这个碎炉者。7500，卖的比那把木头散弹好一点，贵一点点。我把它子弹打完，然后卖掉。精打细算。6.3，其实也不是很想升。汤姆森满级才是2.0伤害。DLC 手枪升满加激光瞄准器好用，DLC 手枪我还没买，叫什么 Sentinel 什么什么玩意儿的，
这个散弹枪怎么耍的非常省格子。全身满的成就，这样的。没有吧？全武器成就，没有全武器身满的成就，你弄错了。初始手枪身满是5倍暴击率吗？还是依然还是？他如果能两个两个选就行了，嗯。能两个两个选就好了。惩罚者满级23发子弹，惩罚者是打穿透的嘛？这个我知道的。嗯，行。多出来一个。自动整理，自动整理它理的不行。自动整理理的不好看，威力一般般。我等会儿存下档，给你看一下自动整理会理成啥样。自动整理，他妈给你整理的完全不能看。哎，这个枪其实可以，嗯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这里留一个放药的地方。啊，这样。手雷好多，突然发现，嗯。下午好，用几个？手雷总是有用的呀。11，我先给你看一下啊，买了这个自动整理会整理成啥样？嗯，自动整理，你看看，啥啥啥，他都不在一起，这个东西它怎么可以跟这个东西分开呢？这个闪光的肯定是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手雷也是，妈一个在东一个在西，然后这俩不换一下，这样不是更好一点吗？然后，哎，这样，所以说不能用自动整理。
这肯定是要同样的东西合并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你这。是的，我《暗黑破坏神二》没有玩下去，就是因为每次打到一把，打一会儿就会捡到东西，然后捡到东西就要礼包，妈的，打不完了。这儿有一个哥们儿，哎，这个哥们儿，我们怎么打他？小刀片儿。四买了吗？那我玩的是啥？你说的是哪个？大菠萝四吗？大菠萝四没有买。有个鸟窝哎，这个鸟窝很还原，希望里面是个手雷，这样就更还原。大菠萝四，我操！听到奇怪的声音。狙啊，再多捡一个要占用的是吗？潜龙谍影节目吗？差不多吧。你想完成潜龙谍影也不是不行。这有蛇蛇，蛇蛇是补血的。我听到声音了，应该在岸上。哦，靠，这非常还原。哼哼哼，这非常还原，一个树上的鸟掉下来是个烟斗，就在这个地方，这片沼泽捡到的原版。舒服。耶，这个地方是从上面跳下来的吗？哎，这怎么拿到了这个桶呢？应该没什么人了，我觉得都差不多了，被清的。刚才来了一遍，基本上清干净了。渔场，这个鸟窝不知道是啥，打掉它。这蛇怎么那么多啊？我老听到有蛇，但是找不到蛇在哪儿。能杀两条蛇也是极好的，掉的都是补血的东西。现在子弹和补血的东西都挺紧张的。是个雷吗？啊，是个霰弹枪子弹，不是那么还原，但是也还行。是经典场景，那不是。这边能上去吗？哎，我好像看到蓝牌了。这跳不过去啊！这地方的地形好像是不是比原来复杂了一点？怎么音乐又起来了？别吓唬我！要是有人追我，我们就走这儿，把他们引过来。这个箱子怎么有两个钱？两三条不止，这样的，我在这儿抓了两条了，已经。刚才卖掉一条，然后吃了一条。蛇其实回的也很少，还不如绿草。啊，这。对了，
哎，差点忘了，登录快捷键。这把就是容弹量特别低。原版这儿也可以利用炸药线来着，可以烧大好多人。温切斯特是性能最差的，温切斯特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听到声音了。换弹、熔弹都是垫底，就是这把散弹吗？叫温彻斯特。直接滑到不要举刀范围大一点，我知道的。碎炉者，对，因为他就，哎呦操，你妈差一点，这真的差一点，他怎么这么猥琐？那边有什么东西在响？是有鱼吗？可以摸鱼。有个宝藏，还有个蓝牌，第二块拼图，水塘子里有鱼。上来不会刷人吧？我操！哎，看到蛇和乌鸦重叠在一起，nice。这什么地方？哦。这是目的地吗？燃料，哦，原来如此。我猜拿了燃料以后，他又会刷人。都是钱。哎，一个鸡蛋，可以吃掉的。这个不占地方，非常好。李阳的包其实还挺大的，放了那么多东西。完了还能放好多关键道具和宝藏。又有蛇了。这我都捡到四条了。四条还是五条。这有点多啊。甚至都有点掉帧了。尖晶石榴十个，买激光瞄准镜。回去的时候应该走这儿回去吧。不同武器的激光瞄准镜它是不兼容的，所以你要想好，最好想好这个中盘的时候用哪个武器来过关。对吧？船锚打狗了，是吗？那么猥琐的事情，被卡表制裁了是吗？也怎么有人了？果然刷人了。
提前解决掉就好了。那边还有俩。那边有一个炸药和一个炸药桶，好好利用，我刚刚故意没有打掉的。这个人是个，这个阿姨是个，是个远程，我发现。这边还有一个。等一会儿，把这个。别慌乱之中踩雷了。哦，这个桶现在这样可以拿到了，终于。等那个阿姨过来。他，你说他看得见我吗？理论上应该看不见呀，因为我在这个下面。那他下去了，那就不说啥了。下去他就再也上不来了。骂骂咧咧，骂骂咧咧。那送他一发这个。他是怎么样一个巡逻路线？应该，哎，扩展宝藏。漏了一个宝藏吗？去看看去。只有这个阿姨在巡逻，好像其他人都是定点的。顶上可以打掉。哦，操！是个银币，六代那个感觉挺好用，地雷枪吗？哪个？赌游民地雷枪。哎，不是这儿走，哪儿走？这儿好像是回不去了，只能从那个大高楼梯回去，是吧？这儿跳下来了吗？跳下来以后再也回不去了，从那楼梯走。王阿姨的弓弩啊，我操，那六代那个超好用啊。怎么样把那个阿姨给干了，悄无声息的把她干了，又不惊动其他人，什么学问？你这个地方一下去马上被旁边那个人看见了，是不是？这旁边就有一个人，除非我们用弓弩枪先干了这个人。或者在左边的那镜头用狙把这个阿姨干了，剩下的人他们也找不到人。这不知道能不能穿，希望他能穿。就算，哎，不能穿，他也会钉在这个墙上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万无一失，马上就可以回收的。这
这个游戏它没有摒弃。看看他的。操，二重唱，来，捡了个啥？狙击子弹吗？耶，捡了啥子弹？Interesting， 优先用的。甚至我这里可以直接回去了。他是往那边走，然后呢？那边我记得是死路来着。唐僧骑马咚了个咚，后面跟着孙悟空。豪华版没有，我单买了一两件豪华版的东西，但是没有买整个豪华版。我觉得那些衣服对我来说没什么用。不错，没看见，没看见，不错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啊 ？Just my imagination， 快点 ，Just my imagination。嗯？从内侧绕。来来来，同志，别找了。你怎么这么暴力啊？直接开干可还行，李阳可是特工。匕首没了。哎哎，我操！补了一把，哥，这可太好了，这，嗯，先用这把，阿姨真好，给一把菜刀。刚才有一个老头被我射了一箭脸，我还记着他脸上那根箭呢，我还拿回来。Oh shit！ 说起来，刚才脸上有剑那个人游离到哪儿去了？对，豪华版那个藏宝图案是有用的。啊，在这儿呢。
哎呀，弩箭回来了！还有人吗？是没人了呀？还有人？还是那边是有鱼的声音？鱼塘子里有鱼。我操！差点留了这个炸弹炸到自己，这样就不好了。应该没人了，我觉得。刚才就刷出来三个。这是掉烟斗那个地方。没了没了，走吧。打击者的100发没有了，是的。现在双倍是24发还是48发来着？不太行。关键是子弹也骗不了了。这是什么垃圾设定？小刀是最好用的。全被暗杀了。对。这个游戏难道不是这样玩的吗？我不太懂。哟，刚好多一发，这可太难受了呀。格子还不危机，现在还不是很危机，问题不大，我觉得。TMP 就不买了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那么有用。这样好看吗？陷入沉思。物资小太多了，但是我也用不掉啊，难道和手枪子弹吗？这个地方有啥？你看手枪子弹也不是那么缺。藏宝图可以单买，对啊，豪华版武器是这个这把枪啊，还有把据说很好用的手枪，就这两把武器。来了，你看看，这不来了吗？哎，舒服。来了，是不是来了？子弹还是充裕的，整理个包就可以整理很久了。回去要存个档吗？还是
大鱼应该不用那个吧，是用鱼叉打的吧？我觉得不用存档了，直接干吧。后期比较缺，哎操，这儿还有个蓝牌，是我自己发现的，我可没有看攻略。这个角度打不打到？应该打到，缩圈儿。那就差那个了，小钥匙差好多，我觉得啊。这儿有一个上锁的宝箱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上锁的宝箱。前面还有某一个，我操！有没有万能钥匙？地图上蓝牌直接标了，对呀，我就说我没看那个蓝牌攻略，我找到了，偶然之间，这个鱼可以杀吗？鱼杀了以后能捡到吗？主要是，哎，来了，忘了湖主吗？没有啊，湖主不是要开很多枪才出来的吗？哎，哎，鱼，我操！我气的手柄都放下来了，鱼不要了。搞什么东西？湖面恢复平静，假装恢复了平静。这要插几发啊！我操！哇哦！是我开太慢了吗？等一下。哎，是这样打的，但船是不能控制的呀。原版我记得是11x还是十几x来着？哦 shit，差点。我操，掉帧了都。怎么又下去了？
鱼叉无限。Where'd you go? 好精打。还好是无限。哎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哎呀！我操！这怎么打？咋的？人呢？好好好好，过了过了，是不是还有 QTE 啊？没有 QTE 了。瑞吐血了。纳尼 ？What happens？李阳不会落水吗？我不知道，没落水，倒下身。对，没有 QTE 了，好像新版全部取消了 QTE。张杰神，你看一眼，死了一次吧？我记得啊，对，死了一次，打了三个小时，摸了一下，摸了三个小时。前面两张都打了稍微快一点，这张打了好久好久。谁艾特我？欧卡米。